呢只歌有一个好特别嘅歌名，叫做《井》。咁个题材系讲自杀嘅。温文俾咗一个 idea 我，佢就话其实点解我哋成日都要用积极嘅信息去鼓励人哋咧？点解唔可以用一个可能消极啲嘅信息都可以鼓励到人哋嘅？其实故事嘅主人翁其实佢系为情自杀啦。当佢发现自己就嚟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发现自己唔想死。咁但系冇办法，因为佢自己拣咗一条路。咁所以有咗以下呢首歌送俾大家，井。是歪理，你会为情人忘。